你去发个微信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在拍戏啊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把声音调响一点。我现在录我们这个《中国好声音》，你知道吧？对对对，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对，刚好我现在在你的老家长沙。对，我在长沙。我问你，长沙一直常年都那么热的吗？我快不行了，就我呀。太热了，等一下我这个免提声音好小。然后我前两天看你跳那个舞简直了，那个叫 Crump， 是 Crump 吗？我立刻你知道吗，我手机立刻爆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太多朋友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哎呀这个异星太帅了，什么跳舞什么的，我的天哪，我是哎这太棒了。我当时还给我老婆安利了一下什么叫 Crump。 对对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，下次教我一下啊。对对，麻雀也听了是吧？好的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节目组呢，那个让我给我长沙的好朋友打电话问三个问题。不是三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给我推荐一下长沙三个最好吃的美食。你要推荐三个长沙的美食给我。对。没事，你来。第一个。第一个是糖油粑粑是吧？糖油粑粑是什么东西啊？刘老师什么时候给长沙的精英们开演唱会啊？糯米炸的东西是吧？好好好，那第二个呢？臭豆腐呀。长沙臭豆腐很有名的呀。好好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什么？好的。好的，你这个回答我非常的满意啊。艺兴，因为我声音比较小，艺兴给我回答了一个街边小吃，感觉有一亿多种啊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行吧，那你就继续拍戏吧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因为我这个车里没有空调，加上长沙这个温度，加上车，我现在车里大概六七十度。我不行了，我找个地方就凉快一点，我就顶不住了已经。你加油啊，加油！我会员到了，给你打电话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